我们一起护住阿娟和这位先生。子龙放心，这里有我。 伤到哪里吧？阿娟，放心，一点擦伤，不足挂齿。不知这位先生可有受伤？熊皮危险，莫要。哎，小儿无知，谁人让你擅自杀这黑熊？可知我寻了几处，方才找到这么好的品相？我们方才可是救你一命，却成你口中无知小儿了。 擅自冲上前来，不待我说一言半语，便把我好容易寻得的宝贝斩了。若非我们，你是那黑熊腹中饱餐一顿了，如此不识好人心。如若不信，瞧瞧那小子。 知独门秘药，明月麻沸散。此药可令重者麻痹，不省人事。任人割肤披颅也不知痛痒。此番正欲试验一番，若能成功，天下患者不知能减轻多少病痛折磨。大好机会，倒被你等几个娃娃打搅。 这般神奇医术，那云兄他不过是吸了一点药粉，一会儿便好。倒是你等小娃娃跑到这荒郊野岭作甚？我是为了取熊胆入药。你一小小女娃也懂药理？ 小小女娃也懂药理，要熊胆作甚，如切说说，是何病症，用何药方？我有位兄长，先受外伤，经脉有浊气残留，更加心绪不宁，郁结于心，我得以古籍药方。此等病症，熊胆何益？不过靡费无功而已。 却死般硬套，如何行医？啊，这前辈所言，似乎颇有道理。
何整治呢？我与汝等非亲非故，汝等方才还坏我好事，而今三言两语却要我出诊。前辈莫非是对这疑难杂症也未有信心？我有信心，在我面前这世上就无疑难杂症。那小女娃带路，那小女娃速速回去照看病患，山人我备些药材便去。
子。可知淳于琼那厮情况如何？正要告知子培兄，昨日我曾去淳于琼营寨附近探查，淳于琼似已撤军离去了。幸而左近乡里无恙，只是我恨不能手刃狗贼。病发于心，恶念这般滋长，何日可得安康？这位是？哦，方才在野外寻药时遇见这位前辈，前辈医术高超，特地请前辈来帮兰兄诊治。至于姓名，前辈始终未说。治病要紧，名字要紧。山人我叫华佗，快去把方才所言那几味药拿来。华佗，可是神医华元华前辈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病人需要心静，汝等无事就快些出去，小女娃留下。此间既已事了，云露便就此告辞。云露娘子，不再多留些时日。不必了，难得离家在外，不知何时便要回去。我还未见识幽州风貌，便要去幽州看看。既是如此，云便不强留。此番有赖云露相助，铭记肺腑。山高水长，他日再会。好，子龙兄，他日再会。兰兄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心思郁结。华前辈已调制良药，为兰兄调理气脉，想来不日便愈。无碍便好，无碍便好。哎，云露子子何在？哦，云露娘子见此间事了，方才已离去了。阿娟好生羡慕，能一人一马游闯天下，便有非凡本领。云露娘子却是我平生仅见独一无二之人，天下之大，果然英雄辈出，便是一女子也毫不逊色男儿。好啦，人已离去就莫再多想了，此间也无他事，子子该是正好餐时，云兄和阿娟回家吧。
开长春里。妹妹要往哪里去？阿娟这是何意？阿娟欲跟随华前辈学医，明日前辈就要离开，阿娟便要一同离去。使不得，远游行医何其辛劳，阿娟只在乡里间行医便罢了，便有个好名声，待他日嫁人便安心做一良妇，若是随意男子远游惹人闲话，将来又如何驾驭？阿娟之意已决，子子莫要再劝。夫君也快劝劝阿娟。阿娟为何突作此行？阿娟平日最亲小叔，小叔也劝劝阿娟。无双先出去。阿娟，阿娟，为何要赶我出去？此事重大，莫要轻易决定。云兄莫问，请先出去。叫云兄，阿娟自小随姐姐来到此处，未见过比云兄更为出色之人。云兄外表英武雄壮，内心纯良正直，既胸有大志，又才气不凡。阿娟总觉得真丈夫自当如是。阿娟曾一直以为云兄理所应当是阿娟的，只是近日才惊觉天下如此之大，长春里、长山国乃至冀州都不过只是其中一隅，云兄既欲匡扶社稷，总该是要离开此处的。万年天地何其广阔，俊杰何其之多，似云露子子那般奇特女子又会有多少？我生得不如云露子子好看，没有云露子子那般武艺，也比不上云露子子能言善辩。阿娟若是永远只在这一方乡里做一村妇，如何能再与云兄这般英雄少年匹配？云兄闯荡天下，结识众多英杰，会不会就此遗忘阿娟？可阿娟别无所长，只知学医治病，生灵多艰，阿娟不像云兄兰兄那般可以扶危济困，也救不了阿若子子，却也能以一己之力为圣明做些力所能及之事。毕竟无论治世乱世，世人总受病苦，云兄去救社稷江山，阿娟便去救圣明百姓，能救一人便救一人。阿娟，阿娟亦不是小童，既有主见，且那华先生也是世间名医，也未必是坏事。子龙那臭小子长兄如父，我非大夫打一顿不可。不可不可，直言不许让云兄知晓。赵云，你给我速速进来。子子与子父已经答应阿娟，云兄也休想阻拦。阿娟，哎，阿娟，你要去哪儿？
足满口，经纶满腹，又有何用？又有何用？跟着袁绍好酒好肉，士兵簇拥，好不威风啊！像那灵帝老儿卖官鬻爵，堂堂的大将军，还杀猪之辈，杀猪屠狗之辈啊！而今豺狼进京，禽兽食禄，此等世道啊！一介草民杀得了谁？我一介草民杀得了谁？我能杀淳于琼否？我无能啊！我深以为耻，深以为耻。我还有何面目留于世上？赤地未息，天将亡。天将亡兮世昌，这便是当今世道。汉室混乱，豺狼当道，我吃权柄，口含天线，荼毒百姓，天昏地暗，不如出世，擅自修行，可卷自身。剑之力不在于剑，而在于所执之人。家事不能守，仇人不能诛，反做小儿女姿态，如妇人抱头痛哭，又有何意？王月老儿，如剑虽利，却为人所用，非但不扫除祸乱，
反而滋长奸计，岂非未世添乱？哼，吾心中之志，岂是甘为鹰犬？又岂为汝这弃世自了之辈所用之？是了，我见过你出剑，你剑法高绝，能否万军从中取上将人头？可否收我为徒，来日得报血海深仇？此当为热血男儿之志也。若想学剑报仇，便去洛阳学武。一定去。可叹哪，可叹啊，一切前途又一件好计。心执迷，难以回头。莫不如此，莫非此乃天意？以万物为刍狗，此等狗屁天意！阿娟不知去了何处，许是去了张敖家。也罢，待他稍有缓和再去寻他。有些事。
上仙，似是方才有人祭奠，应当是兰帝。四周不见人，莫非是去寻先生了？祸害百姓，又令子佩气势摧折，闻之悲愤。子佩夜里来过，经历此事，所以心灰意冷。待子佩回来，子龙可一同劝解。是，先生。先生，兄长。兰帝，有何心事？实不相瞒，我受族内相召，今日欲来此行。兰帝是要离去？是。前些日子，我收到族叔来信。信中说，曹孟德与兖州为盟，族内欲倾力相助，便来信召我回去。今日便是来向恩师兄长辞行。唉，吾与子龙各有天分，虽说习练武艺，吾略逊于子龙，可战争厮杀，也并非只是无勇。若论心窍玲珑，思维敏捷，能见旁人不能见主，吾比之如兄还更胜一筹。若如二人齐心合力，互补不足，万事间总该有所保障。只可惜世事无常，命数多舛。自横于琼那事过后，我也只如再无幸于此。
当今世道纷乱，群雄逐鹿，孰优孰劣，何去何从，我以边野老夫也难以明晓。好梦得此人，我也略有所闻。目下势力虽微，倒不是赤诚为国之心。既然如族内相照，其间利害向来如意思虑清楚。如今已下决定，我也不做阻拦。弟子不孝，不能奉养恩师，可行始终。哎，去吧，不必如此。只是如二人他年重逢，勿忘此间情谊。你二人想必还有话要说。子龙，去送子佩一程吧。是。子佩，定要去投曹孟德吗？前者曹孟德新败于荥阳，退还河内，前路未卜。且我闻之，其人乃宦官之后，时常是之理犹在眼前。子佩怎知他内心如何？天下诸侯众多，皇室宗族多为地方州牧。不如暂且观之，以寻明主。奈何不容商议，骤然独往？兄长情义，难岂是不知？只是医者族内相照，难容拒绝。再者，帝于族书处听闻曹孟德此前事迹，其人年少时任洛阳北部尉。曾造五色大棒十余根，身名法纪，违者皆棒杀之。时常是千硕之叔父触犯法度，即丧于此棒之下。后董卓火烧洛阳，劫持天子去往长安，诸侯联军皆逡巡不前，唯有曹孟德起兵追击。虽败于荥阳，终不似诸侯虚伪。我却偶闻他误杀好人，并奉言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此等人物，似非忠良善类。兄长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兄长莫忘了，当今天下是何模样？纵使曹孟德私德有亏，但毕竟心向汉室。如今各地诸侯或昏聩无能，或割据一方，袁绍家门四世三公却只知自己，不顾黎庶，百姓整日水深火热，或被逼无路，占山为盗。前者害我阿若，欲屠戮乡民者，兄长可莫忘了，正是袁绍这州牧之下朝廷士族。但贤弟一言既得，诸侯之中也有仁德之辈，如幽州刘虞、刘伯安，仁德之名远播天下，即便在我乡里亦有所耳闻。世人皆如此言，想来真实不虚。阿娟也曾说过，若等病入膏肓，则无药可医。刘使君固然忠厚良善，却失之软糯。兄长且看吧。刘使君未必能够长久，乱世需下猛药，我亦已决，兄长不必再劝。这，子佩，真不再多思量思量，便送到这里吧。兄长自有大才，先生也对兄长寄予厚望，
将来必然成就非凡。帝不似兄长，无有过人，注定不能与兄长并肩，战阵厮杀。只是，帝亦有自己擅长之术。此去，帝当壮行几路，一展怀抱，向兄长、先生、杜若，向天下人证明，帝不负平生所学，不负天下苍生。兰帝，多多保重。兰帝已离乡而去，心绪烦闷，且去白龙潭走走。子佩他，子佩执意离去，云也难以劝阻。我此前曾受二徒，总失之呆板愚钝，成就有限。论天资、勤奋，他二人皆不如子佩一徒，而如二人所走之路又有分别，能继我平生枪术者唯如而已。子佩已去，吾恐怕也不会再多驻留，终有一日要离乡远行。今日便受吾枪中真意。先生，不，云还愿再随先生左右。老夫也不许你随行左右，不必多言。道不可言传，只可深吸一会，能悟几分，全在于如何。提枪来战吧，勿要分心。
将我同源奔劳一生，晚年终于后继有人呐，此生再无遗憾。恩师，云幸得遇恩师，蒙恩师厚爱指点，肝脑涂地，无以为报。如这娃儿，就是太过实诚，为师望你成人。 要你肝脑涂地作甚？啊，先生见笑。
子龙莫急，为师知如心意。且收起那小儿女态，说个正事。如相中来信，你正有事寻如，速去吧。李正寻我，那先生，云便告辞下山了。
见过李正，云听闻李正寻我，不知何事。哎，近日来又有员工帐下士兵前来招聘，听闻正是与幽州公孙兵戈相向。真定县虽归于晋州，然左近乡里淳于琼作恶之事才过不久，百姓皆心有惊惧。见这黑山贼仍众，跟北方乌桓人又不识亲仇，这世道多不安宁。不知云如何为乡里分忧？侠，我召乡邻商议数次，乡中青壮皆欲投往幽州，效力于仁德之中，行爱民之举。子龙勇武，当为乡中青壮之首，我亦知子龙素怀大志，欲投身于天下危乱之秋，故我欲举荐子龙为表，先行去往幽州，不知子龙可愿？云素闻刘伯安与公孙将军美名，神往已久，自无不愿。多谢李正相告，云这便回家告知兄嫂。是，去吧，好生与亲长道别。难免令人担忧，若是不从，却也辜负子龙志向。唉，战场之上刀剑无眼，我与你大兄岂能放心？帝过去以为，习武不过为护卫乡里，从军不过为保卫一方，意欲投往员公帐下，效力于冀州之地。然淳于琼恶行在前，帝不欲与此等仗势行凶之辈为伍，唯愿追随一仁德明主，从仁政之所在。然淳于琼恶行在前，帝不欲与此等仗势行凶之辈为伍，唯愿追随一仁德明主，从仁政之所在。你罢，大兄就知你会这般说。我帝并非常人，不会一生守在这一方小小乡野之地，男儿当有远志，子龙此去多加保重，来日大兄当以你为荣。帝定不负大兄期许，帝还要回山一趟，告知恩师此事。哦对，怎么不见阿娟？阿娟她欲随袁化先生行，早间已离去了。此难医，四病难解，你这女娃又何苦勉强自己？
若是不舍，就回去吧。阿娟若就此回头，则此生再不忘能与大丈夫相配。先生不必多言，快些走吧。但愿你莫后悔。善人我有千般良药，可唯独没有悔药啊。什么？他怎么这般匆忙，也不等我回来好生道别。是弟这便去。大兄和嫂嫂如何这般瞪我？哎，好好的媳妇儿了吗？大兄说什么？多说无益，快去找你恩师去。在此歇息。老儿要我传话，不必再上山寻探，已经留书于你，自己看吧。心愿已了，当归乡土，勿以为念，勿忘本心。那枪同源老儿留之于汝。云今在此枪前立誓，绝不负师恩，不屈正道，匡扶汉室，救护苍生，百战不息，虽死无悔。Look at all this.